请麻烦那位公子进来吧。是，小姐。哎呦，感情隔墙有耳啊。喂，你是打算进来呢，还是打算走啊？我……请这位公子进来吧。是，小姐。公子请。各位，这曲儿也听完了，我们该书归正传了吧？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哪位想来跟我喝酒？我来。别急嘛，一个一个来。今天我保证让大家都尽兴。来干。大家都要干。来来来，干，干了干了。好酒呀，好酒啊！哎呀，有酒好酒啊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满上满上，能欣赏到姑娘的琴声。哎呀，这公子，既然来了，就不如喝一杯吧。来，喝着喝着，咱们来。我们再来一杯。好，来，倒酒，来，倒酒，满上，咱们再来一杯，来，尽兴啊，今天，好啊，来，再来一杯，来，李公子，好，杨公子，好，我们干了，好，来，诸位，来，干了，好，哎呀，姑娘好酒量，杨公子今天酒量不错。我们再来一杯啊！好，小乐，听公子们斟赏，是。来，马上！哎呀，倒上，真是好酒量，好酒量！哎，你们都在啊？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一声不响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三爷呢？陆公公，皇上不是一直和你在一块儿吗？人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可不怪小路子。是皇上把他给赶回来的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他，哎，皇上到底怎么了？哼，听小路子的意思，皇上是被一个女子给迷住了，而且还不让小路子跟着去。人家说扬州城里美女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皇上刚到扬州一天，就遇到美女了。皇上根本就不带你去，你见过那美女吗？奴才我已经到了姑娘院子跟前了，可是，哎，皇上嫌你碍事儿，就把你给赶回来了。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来，好酒量啊！是，来，诸位干了，干。哎呀，各位。我们再干一杯，我心甘为敬。来，小乐替大家斟赏。来，李公子，今天你可要多喝几杯。哎，好，一定多喝。好，再来。
这是何苦呢？让你见笑了，不过也没什么。我们还没喝呢，走，我们去喝。哎，紫嫣姑娘，你不能再喝了。 为什么不喝？喝一杯酒，可以只10两银子。黄公子，你要是真的怜香惜玉，就该跟我喝300杯。走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他们刚才给的银票，我已经记在账本上了。我念给您听：杨公子240两，李公子520两，张公子320两。那黄公子呢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。你们也收拾收拾，早点歇着吧。是。 我美吗？不美。既然不美，为什么要在这儿等我？我在等你清醒。要清醒的，大街小巷有的是，何必在此等我？我来救你，救了你，你就清醒了。 我要的是钱，你要的是人。可是人的钱总有花完的时候，等你的钱花完了，我这个人也走了。黄公子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条路上的人，何苦呢？我要做的事儿。 向来都能做成。更何况，人生本来就是在受苦，不受你这份苦，还有别的苦在等着我。为了你受苦，我愿意。黄公子说的话越来越玄妙了，小女子就快要听不懂了。算了，我想。 我们还是找些快乐的事情来做吧。紫嫣姑娘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喝酒聊天，这算快乐的事情吧？小乐，拿一壶好酒来。黄公子，我这儿的规矩，你知道吗？全天下的规矩都是我定的。 紫嫣姑娘，我们慢慢喝酒，不谈规矩好吗？黄公子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有时候又凶又冷，让人恨不得马上离开你身边远远的，才觉得心里平安。可是有时候。 你又很温柔，很体贴，让人觉得跟你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。要说啊，我见过的人也不少了。你以后能不再随便见人吗？<笑>
对不起，我刚才是假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断我说话。进来。啊，几位都在啊，这有封信给您。哦，谢谢啊。不谢。皇上不让咱们担心，这能不担心吗？是啊，都这么晚了，自己不回来也不让咱们去。唉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黄三爷可要小心呢。真是痛快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的喝酒了。难道公子来这儿喝酒就是为了买醉？啊，不是，姑娘优美的琴声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。那好，那我就替公子抚琴一曲。那不必了，紫嫣姑娘今天太辛苦了。我敬公子一杯。来，黄公子，请。火烛，严防盗贼。夜深露重，关窗已经二更了，要不……哎，我们这么傻等着也不是个办法，我看还是先去找找吧。陆公公，事态严重，不如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去见皇上，我绝不会为难你的。二位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小路子还怕怪罪。天都这么晚了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准备的银耳汤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已经三更天了，很晚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来人，小姐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会回去。黄公子，您喝的是63杯，共计630两，小姐说了，算您600两。黄公子，规矩我们早就讲好了。不是吗？好啊。三爷。哎，小路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带银子了吗？带了。多少？600两。啊，我没带那么多。紫嫣姑娘，我们这就回去拿银子。黄公子，我信得过你。嗯。扬州？皇上去了扬州？宫里来的人听见索马喇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嗯。是。去得好，明珠啊明珠，这回你还睡得着觉吗？
如果黄公子送银子过来，你先收下。如果他要听取，让他明天再来。是。小路子，等会儿我们悄悄的走，不要惊动荣若他们。小路子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皇上今儿去找紫嫣姑娘，不单单是去还昨天的钱，也不单单是去听曲儿。那是为什么？今儿天气这么好，皇上大概想约紫嫣姑娘出游，可又怕荣若公子所贝爷担心，所以就悄悄瞒了他们，倒也省心。好你个小路子，把朕的心思摸得很清楚嘛。朕以后可要留心你了。小路子懂您的心思，不正好给皇上您省事儿吗？皇上好不容易来扬州一趟，当然要找个人陪着好好逛逛。紫嫣姑娘是扬州人士，她陪皇上最合适。这话说得对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记着带上银子。准备好了。我找紫嫣姑娘。黄公子，我家小姐不在呀。不在，她去哪儿了？她去慈云庵还愿去了，一大早就走了。我们还是来晚了，都是你耽误的时间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个我不大清楚，她有时候早有时候晚。黄公子，不如您先回去，明天再来吧。三爷，正好回去睡个回笼觉。你回去睡吧。哎，黄公子，您昨晚欠我的银子呢？小路子，都在这儿呢，不用点了，只多不少。哎，谢谢黄公子，谢谢黄公子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哟，二位客官回来了。哎，今儿这扬州城里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哦，二位客官是第一次来扬州吧？难怪有所不知啊，今天是官家大小姐的生日。关起来了，不知二位客官听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是扬州苏州不算富，最富要数关羽禄。这关羽禄啊，是官家大老爷关运恒的表字。这位关老爷是富贵甲江南，膝下只有一个宝贝女儿，长得是貌美如花呀。脾气也了得。没有，这位关家小姐虽然生得美，可是脾气却十分厉害，所以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婚配呢。是不是没人要吧？错了，是人家那个官家大小姐死活看不上人家。我听说现在来了很多公子哥，全都是为了官家大小姐来的。二位客官没事可以到街上去逛逛，晚上还要放烟花呢。没事我先忙去了啊。有没有兴趣啊？什么？去官家呀？哎，客官，您慢走。没有。哎，慢上啊！你老晃什么？伺候皇上。朕现在不需要人伺候。皇上，要不我们再回去一趟看看？去哪儿啊？紫嫣姑娘那里，说不定她已经回来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真累了。皇上，您真的不想去了吗？去就去，朕还怕她不成？紫嫣姑娘果然回来了。紫嫣姑娘回来了吧？我们看见她的轿子了。黄公子，小姐确实回来了，可是小姐觉得她身子不舒服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上午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病了呢？请大夫了吗？大夫刚走，小姐已经吃完了药休息了。黄公子，您还不如先回去，等明天小姐病好了您再来。请哪里的大夫？可靠吗？小路子，马上去把扬州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姑娘瞧病。是。黄公子不用费心了，
姑娘只是昨儿多喝了一点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不行，你们这些做下人的总是粗心大意，我还是自己去看一看吧。是，行个方便。黄公子，小姐的脾气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如果您硬闯进去的话，小人丢了差事是小，小姐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公子了。皇上，回吧，明日小三来瞧瞧。这心里有些不安。皇上，您上奴才的背，奴才拖着您瞧一眼院子，奴才知道，您不看不踏实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皇上，神往的秦心急。什么都瞒不过皇上。朕倒是真的很佩服你，对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姑娘也能如此动情。皇上说哪儿去了，我和沈姑娘只是心意相通，还谈不上个情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朕。皇上在想紫嫣姑娘，不知道这位紫嫣姑娘是何等的出色女子，让皇上如此牵挂。紫嫣姑娘蕙质兰心，就算你是满洲第一才子，也未必比得过她。皇上自幼饱读诗书，雄才大略，融入这点微末本事，哪敢称得上是满洲第一才子呢？你不必谦虚，也不用捧朕，这点自知之明，朕还是有的。要论起诗词歌赋的才艺，朕远不如你。皇上以治国平天下为务，诗词小道只是没功夫弄的罢了。正好二位都在，你们两个想不想出去逛逛？这儿该逛的都逛了，没意思。可我说的这个地方不光是热闹好玩，而且还有一位绝色的佳人可以去见识见识。蓉蓉，一起去见识见识吧。啊，我还以为皇上有了紫嫣姑娘，再绝色的女子也只不过是平凡之辈了。蓉蓉，你还别笑，这个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。哎，索爷，是不是上次跟你抢东西的那位啊？没错，今天呢，这位扬州第一大户的千金过生日，听说不光各地的求婚者蜂拥而至，就连一些朝廷的大员也会登门道贺。皇上，咱也去见识见识。那丫头，陆公公也对这位小姐感兴趣吗？皇上，我好，我们就去见识见识这位扬州大户。兰爷，我看您读书累了，给您沏了一杯茶。谢谢。今天外面那么热闹，您没出去逛逛？我一向都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地方。是啊，兰爷是读书人，喜欢安静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今天几号？
今天3月15号。真不简单啊，连巡抚大人都来护航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让让让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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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，大人技术呢？哎呦，去哪儿来了？别张口。哎呦，真是。哎，你会说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说，那哎。哎呀，巡抚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哪里哪里，贵千金的生日乃扬州城的一大盛事了，老夫只是来凑凑热闹。哦，对了，这些礼物你一定要收下。这是朝廷和各位大人送给官爷的礼物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朝廷对官爷如此厚爱，令本官十分羡慕啊。怎么，没看见小姐呢？哦，在，马上就出来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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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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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输了，我不去了。小姐，老爷说客人都已经等半天了，那就让他们等吧。小姐。今天可是小姐的生日，你好歹也要出去应付一下。听说今天来客当中不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哎，连巡抚大人也来了。巡抚大人来关我什么事啊？说不定今年会有一位叫你满意的公子出现呢。年年都是这样，就没见过一个像样的公子哥。这些臭男人呢，不是为了升官就是为了钱，我才不要嫁这样的男人呢。哎，小姐，你又说气话了。我才不怕呢。小姐，老爷又催了。催催催催催。酒了，客官，这已经是您第四壶酒了。没关系，我会付账的。客官，醒醒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喝了，来，干了，我先干为敬啊。哎，这倒不错。刚到扬州就有人请咱们喝酒，而且还不用掏银子，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。我看应该是说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
怎么没看见官家大小姐？是啊，莫不是人太多，她躲起来了？哎，那咱们呢，自己看看去，看看她干什么。好啊，哈哈，慢走慢走。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，告辞啊！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哎，走好走，走，哎，揪出来，我们跟着关运恒，不就可以见着关家大小姐了吗？哎，我也正有这想法。走。去哪儿了？走到那边看看。你是赶来有什么事？这啊，放心，外面有人守着，这次来我家大人交代要绝对保密，这是他派人送来的一封急信。哦，啊，皇上来了扬州。我们跟过去看看。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做皇上的，他动不动就搞什么微服私访，弄得我们防不胜防。我们大人就是想让您查清皇上此行的目的。哎，他们在暗处，那我们在明处不好办呢。这皇上不会是冲着咱们来的吧？抓贼！抓贼！你从密道走，好。Thank you.
好了好了，先别说了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谁让你进小姐的房间的？是老爷。是我爹让你来的吧？可惜你来晚了一步。小姐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见了小姐也不行礼，这是哪门子规矩啊？小姐，你走吧。谢小姐。我看你鬼鬼祟祟的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给我回来。是你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有你就行了。你没事吧？玉蝉，你不该来的。谁道飘零不可怜？旧游时节断肠人去，自经年。一片晕红，一烛影。晚风吹穷，鬓云偏。情魂消尽，夕阳尽。此刻的来路不是一下能查清的，这件事可大可小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不能让旁人造谣生事，无风起浪。是。小莲姑娘，公子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我后面有人追我。什么人追你？我现在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请你相信我，也请你再帮我一次。我该怎么帮你呢？有了。小六，你去后院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如临大敌的，你说是刚才跑掉的那个小子吗？
是吗？我看他贼眉鼠眼的，成得了刺客吗？我看我们还是先躲躲吧。嗯，这回爹呀也没空给我相亲了，走。喂，老兄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从这经过？是个女的吗？是的。哦，从那边跑。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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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全了。喂，你手受伤了？没事儿。我送你去客栈吧。不要。